Instagram 音乐的领军人物 Skepta 不仅是潮流教父，陈冠希最像合作的国外艺人之一，还把公鸭 Drake 签入自己的厂牌。Nike 更是三度与其合作试出联名鞋款，第一双是在 Nike Air Max 97鞋型20周年庆典的2017年以 Skepta 第一次攒钱购买的1999年产 Air Tune Max 元年配色，为灵感打造了这双 Skepta X Nike Air Max 97，从而使得鞋款以通体覆盖、有富有金属光泽的古铜色进行呈现。同时 Skepta 还从摩洛哥的 Essaouira 与 Marrakech 两座城市中汲取灵感，将当地的风土人情转化为刺绣和印花等的设计语言，点缀于鞋身和鞋垫等细节。紧接着双方再度联手，以 Skepta 本人与巴黎的渊源，巴黎是他的音乐在英国之外第一个获得认可的地方，为设计灵感打造了这款红蓝月亮配色 The Skepta Int Nike Air Max 97BW。 这双融合了 Air Max Classic BW 鞋面和 Air Max 97气垫外地的杂交鞋款，以文化间的链接为主题，构筑了巴黎跟伦敦之间的桥梁。就如同他本人解释到的那样，蓝白红三色的融合就如同火车般把巴黎与伦敦两座首都城市连接起来。近期 Nike 与 Skepta 再度以 Air Max Deluxe 为蓝本打造了全新连成鞋快 Skepta Inst Air Max Deluxe， 富有 3M 细节的黑白相间的鞋身搭配，以带有深红色气柱的全掌气垫加以呈现，鞋身上的细节则颇为耐人寻味，向 Skepta 个人单曲致敬的 That is not me 字样，鞋面的 12.05 PM June 08/2014 字一样，则为单曲 That is not me 的发布日期以及鞋身内侧的 Never sleep on tour 字一样。据悉这款货号为 AQ994501 的联名鞋款，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迎来发售，售价为180美元。更多具体信息还有待持续关注。